你叫他们自己好吃好喝吧，别再打电话过来烦我们了。我们这儿太丰盛了，你来不来？九郎，你觉得闷的话，你可以打包几个过来给我们，我们也不介意哈。哦，明白了，我明白这意思了，明白了。好，嗯，我估计啊，是他们不想走这一道。等着我啊，马上我就回来啊。你知道你们有多吵吗？你来了。隔着一层楼，隔着两层门，我就听到你们三个人在那吵啊。你干嘛偷听我们说话？腿酸，腿酸，哎呦，酸，酸，哎呦。你那么勇敢吗？那么勇敢吗？勇敢吗？你们走开，你叫他过来吧，这里空气好啊。没事，弄弄就过来。你们到这儿来吃呗，搬过来呗，我给你把桌子挪过来。就非得让他一趟一趟挪吗？享受二人世界吧，真是。叫他过来吧，这里空气好啊。没事，弄弄就过来。你们到这儿来吃呗，搬过来呗，我给你把桌子挪过来。就非得让他一趟一趟挪吗？享受二人世界吧，真是。九郎，他还沉浸在昨天那个戏里面，那是戏呀、啊，九郎哥，无法自拔。无法自拔，这个我告诉你，你是一个好演员，真爱。嗯，拍戏的时候爱想那个演员还是怎么样嘛？有没有试过？这个尖锐的问题先抛给你，这个拍戏最多的了。对，哎呦，这种球谁不会踢的？这个，我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，真的。那你不投入啊？哦，那靖哥怎么来的？我投入啊，靖哥不是跟我有对手戏啊，没有对手戏，他大哥是跟我戏的最多，他只是弟弟，所以我跟他没有那个。拍那个胭脂的时候，有一场戏，我的对手戏男员是陆毅哥哥嘛？啊，陆毅哥哥，陆毅喜欢你啊。戏里面他是我的男朋友、我很爱他。然后呢，有一场戏要怎样哦？就是陆毅哥哥人在那，因为他很帅嘛，他也很高，而且他很温暖，人很好。就这样的一个男性放在那，我觉得女性喜欢他是太正常不过的。对对对、啊，站在那一场戏，好，他的嘴在这儿，我的嘴在这儿。导演说不行，现在画面里不行，再近，再近，再近，就隔这么近。然后就开始抖抖抖抖抖抖，而且他是怎样？他是看着你，他那个眼睛又很深情。对，然后拍完我就不好意思，转身就走开了。你真的会面红耳赤、仓皇逃跑。嗯，你想，陆毅哥那是我们上初中吧，永不瞑目，那偶像火的不行。谭咏麟以前在香港的所有 MV 都肯定会跟那个女主角亲吻的。但到我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海胆好遗憾呐、啊，确实是遗憾，因为谭咏麟那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偶像，对校长，是的，对呀、啊，校长他的每一首歌，哇，真的是哇，真的、那个、哇，真的是哇、啊，哎呀，但是没机会了。想起吴启华，导演说他卡，我们才可以停嘛，一路亲到。怎么还不卡？睡着了。心里面想，咋的呀？还要亲多久？然后，尤其我突然间，够了没有啊？不，你明白吗？我又不能说够了没有，因为我怕他尴尬，我就只能哎继续很投入吧。然后他自己就说，够了没有？然后导演说，啊，好吧，卡吧。我都懵了，幸好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，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。我跟江家辉，我们两个在那个《天地豪情》，我们两个已经很熟了。我就在旁边一直在这样，在想，怎么亲下去了？那么熟，对啊，我就觉得如果太熟的就更尴尬了。但是一演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跨出去了啊，但我感觉他在抖。你没有抖，他先抖啊。我心里面想，你能不能控制自己一下，别抖啊。我真没想过，我没经验的投入进去我还可以，你太抖。然后后面他跟我说，最碎都是你啊，最坏就是你啊。我说干嘛？你之前不停的在旁边，你一直在这样子，然后不停的好像很害怕这样子，哎呀，搞到我都很有罪恶感压力。然后我通过这次之后，我发现
都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给对手那么大压力。哦，就好像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？对呀、啊，很严重的事。然后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因为我跟他很熟的，然后对不起对不起，下次不会的了。下次来，过门。好嘞。好美！哇，好好看！啊！啊，这就是我，好美呀、啊！哇，这是我，哇塞塞！我很喜欢去看人家的生活，日善随俗嘛。景啊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景像不像仙景啊？我总觉得拍戏才可以，可以在里面的那种。然后要给你穿上古装。对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古装很美的。我还是要给你穿上那个水月洞天的古装。哇，如果你给我跟刘德华这样子，我不是心里有那么简单的、啊、我是停顿啊，不是他就那个撅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拍过，但是就是音乐的那些东西。然后包括拍那个《马上天下》，那个何润东，他也人非常好。就我可能会对那种很温柔的男生，温柔的男生，很暖男的。对，我一直觉得温柔这个词儿形容男生是非常棒的。这个，因为我们是这么一个综艺嘛，我也不知道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为什么会欢迎一个给《延禧攻略》写歌的人。那大家好，我是歌手陆虎，也是《甄嬛传》的一个忠实的影迷。是。那今天作为九郎的朋友，不能白来，一定要不能给大家唱这首歌，因为它是另外一部剧的歌。谁说不可以呢？我清唱两句也行，好不好？是奢侈的乌饭。哦。这是青豆糕。这是豆糕。尝尝。这不错。其实我最想给大家尝的这道菜，这是叫做豆腐娘。哦，豆腐娘。对，这个豆腐娘呢，它是用青豆去做的。啊、为什么它叫豆腐娘呢？是因为它有豆腐之母的意思。嗯，我先让大家尝一尝这个豆腐娘，好吧？好，我这个简单的分完，大家一起尝一尝吧。谢谢。我把碗拿过去。没有碗。来。嗯，好好吃哦。好吃吗？哇，真的好香好鲜呢、啊。嗯，哎，这猪脚太解恨了，这个。嗯，这个猪脚好好吃。哦，这个是黄花。嗯，这个也好好吃。嗯、黄花好吃。我想知道这个肉叫什么名字？这个肉啊，这个叫公头大肉，它以前是给包公头吃的。哟、哦，吃完以后贼有力气，吃完以后就很有钱。今后的 OST 都包给我，我得来。看这个。一个大黑超，哎，这是我啊，肯定就是王后。为什么？因为王后的眼神不能随便给人猜到。哇，这什么都看不见，这个戴上什么都看不见。也有道理，但不是。因为浣碧看谁都不顺眼，不如眼不见为净。天哪！哎，我太喜欢了。可以。哎，我太喜欢了。这个梗真的是可以哦。看谁都不顺眼，真的赢了。感觉这趟旅程有点像找自己。嗯，如果大家都知道自己是谁，都那么了解自己的话，可能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可能是这一趟旅程给了我们很多的勇气。嗯。
勇气。跟你说找自己，我就在谈找自己。找自己，但是、哎、但是没买版权咋唱？就是唱着玩嘛。那我去捉鱼了，我不管了。抓鸡跟捉鱼我都体验过了，插秧没有体验过。我来。好，那我插秧去吧，我试试。走吧。速速体验完毕，速速换取食材。先秦淑女不速。这里有条傻鱼，你看这里有条傻鱼。你看，哈哈哈，我一下就，我一下就。一下就丢了。这条鱼太大了，这条鱼。你是想红烧还是想清蒸啊？好嘞。罗虎，一个手抓头，一手抓尾，哦，要不然根本不可能。就这样，来，一条。这也太容易了吧！哎呀，好，一条，哇，他好有劲儿啊！这行，后边我的，后边堵一下，进我的，对，哇，行了，咱俩配合住。还差一条，水已经搅浑了，浑水摸鱼啊！看看啊，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哎，您别上手，我们得。哎呦，嚯，跑真快啊！抓了一个，哇！好，我们够三个了。我们任务完成。好了，走。哎呦，我看见一眼。我让你嘚瑟。我让你嘚瑟。哎，你敢不敢？嗯。我给你来个石头剪子布，你要输的话，在这儿趴一下，眼睛得睁开的那种。行啊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我哥啊！我哥啊！命中注定的扬州狼，扬州狼大挑战啊！被酸了，你酸呀？酸啊！我没劲儿了。行了，就是这里面酸，这一溜酸，然后这一溜，哎呦，不行，又看见了，哎呦，不行，我得治愈一下，我得赶紧，你得治愈一下，我就怎么能好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就不看，嗯，拿拐杖扶着，马上起来，演了一个睁眼瞎，哎呦，我16+8又失败了。先请我亲爱的哥哥姐姐们先坐，然后待会儿再聊聊自己的感想。我是先坐，没有动。结束语有点长，开始用这个喜剧技巧了，是不是？没人动。脸部哎，
美丽的多肉啊！天哪，好多肉，好多肉！我没有见过多肉开花，这个多肉也很奇怪，我很奇怪。小朋友，你好，我会打扰你们吗？不会不会。好开心的，再笑一个，耶！哇，好美呀！哇塞塞，哇塞塞，我很喜欢去看人家的生活，日善水鼠嘛。马上就要见到哥哥姐姐们了，儿子小兴奋。这个天蓝的像漫画里。哇，哥！哎呀，我看见眼了。杨九郎大挑战。哥，我看看啊，不行，演了一个睁眼瞎。哎，你让我真的，你做个人吧，好吧。这是畲族的乌饭。哦。这是青豆糕。嗯。然后这是豆汤。尝尝。嗯，这不错。咱们可以多拍拍，你当地的这个，你的老乡们，是吧？嗯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出发啦！我们的朋友们，真正意义上的天空之城，哎，站在这儿就像回到小时候。绿水青山，山峦叠翠，哇，心旷神怡。